还有吗？啊，刷！哎，给财神爷上着。啊，哎，没了。啊？你没了，糖没了，连柴火都没了。那怎么办呢？姑娘，要不我带你去别的家？你傻呀你！这么好的事儿怎么能让给别人呢？他要是在外面吃到好吃的，不到咱们家来吃怎么办呢？我听见了啊！他听见了。姑娘，姑娘，姑娘，过来，过来，过来。年糕是5铢钱一斤。一斤10铢钱啊！我可听见了。他又听见了。说话呀！年糕是10铢钱一斤，你吃了150斤，1500铢。哟，就这么一会儿，又长了5铢啦！这赵爽两口子真不厚道了，太不厚道！哎，干嘛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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呀？你们，滚滚滚滚滚！走走走走，什么事？别耽误人家坑人了。可是我没有钱啊！你真的没有钱？没钱太好了。干嘛你？没钱？这身衣裳还行，脱下来。那我穿什么呀？你穿什么关我什么事啊？爽，哎，脱衣裳。好嘞。哎，我叫你扒他的衣裳，你脱你的干什么呀？我来，我来，我来，我来。哎呀，哎呦，对不起了。叫你脱衣裳，摸什么手啊？你把我衣服干什么？没有啊，不是我。没有啊，我扒你裙子。爽，你愣着干什么？你来。哎呀，哎呀，穿太多了。干什么你？什么干什么呀？吃了我们家年糕不给钱，你说干什么呀？多少钱？1斤10铢钱，他吃了200斤，总共2000铢。刚刚还说5铢一斤呢，这人家刚才吃了150斤，怎么变成200斤了？年糕嫂，你不能这样做生意啊！就是啊，还有这样的？5铢钱一斤是吗？不信的，这里正好750铢，给你。错。一共是1500铢，少一铢都不行。你要不要？啊，要！要什么要？要！哎呦呦，给多少算多呀？给多少算多呀？喂，你别走啊！再也不去你家买年糕了！哎呦，都说什么呢你们？一个卖菜的管闲事啊你们？你以为你谁呀你？行侠仗义呀，正人君子啊！我告诉你，昧良心的钱你也没少挣，挣了你也不敢花。我告诉你啊。你要是去买酒，一定买到假酒，喝了就中毒；你要买肉，肯定买到瘟猪肉，吃了就得猪瘟。烂眼睛，烂完眼睛烂鼻子，烂完鼻子烂耳朵，烂完耳朵烂你的嘴巴，从舌头烂到你的肚肠子，烂完你自己烂你老婆，烂完你老婆烂你儿子，烂完你儿子烂你孙子。馒头嘞，新鲜的馒头嘞！老五，赶紧跑，那个饭桶来了。什么？为什么跑啊？他已经吃了2斤多斤了，万一撑死在你摊上，你担当得起吗？快走走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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走